嗨，我是苏菲亚。嗨，我是简少年。你最近好吗？很多人说我热情活泼，很像牧羊，但是那只是我的表面，我的太阳星座。私底下我也喜欢独处，就像你有很多的样貌。有时候觉得焦虑不安，面对感情踌躇不前，工作压力大，不知道怎么跟同事好好相处。人与人的界限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会坐下来问星象，今天情绪波动这么大，月亮星座要告诉我什么吗？我不想遇到渣男，那来看看太阳跟婚姻宫公主星，我理想的另一半在哪里？我会站起来看看命盘，夹在上司和同事之间好难，我的贵人星是哪一颗？正财和偏财我都想要，这样做财运是不是就对了？自己算吧，我们教你。占星是在你情绪流动时，让你学会跟自己相处，也让你在面对挑战时不再盲目。心灵平静了，紫微斗数让你化被动为主动，懂得趋吉避凶，进一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。这堂课会透过西方占星、东方紫微斗数的知识，深入你生活当中最在意的三大核心：人际桃花、职场贵人、招财秘方。内外兼具，东西结合，阴阳平衡。我们会深入浅出，让你轻松学会古人的智慧，找出人生的幸福关键。用一种心境，两种星星，让你的世界变得有机可循，找到人生的疗愈法则。